一条新的致富之路，那就是养蟹。有的村子里，近三分之二的农民开始养蟹，近六分之一的农田挖成了蟹塘。爸爸不哭，怎么样？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身份证号一切搞定，可是大连人。哎，我们给他家里去过电报，叫他们家里来人把孩子抱走。嗯，人家凭什么不明不白的把孩子抱走啊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福利院，那也得明天送啊。今天晚上怎么办？晚上都得回宿舍，总不能把这小东西也带回去吧？哎，对了，恒入到外地去了，贵宾客房一直空着，我们可以去避一避的。那也只有这样了。红红、叶琳娜，你们赶快去上班，不要迟到。我们家大夜班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在福利院门口集合。嗯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办吧。行，那咱们大家分头行动吧。不见不散啊。好的。